方才才讲话，当听会出来。吴信贤有万条万做客，山金明显就是要方才才阿罗的。这点我感觉真奇怪。方才才只卖徛咱这边，吴信贤我万条万听，照你讲起来，因母仔囝两个人应该合作较对啊。我想来想去，真正无合理的。这对母仔囝之间哦，一定有咱无清楚的矛盾啊。今嘛我已经是不家的人啊。 除了保护我讲以外，我阁要查出吴信贤迄个方彩霞之间是毋是有啥物大秘密。这个秘密是吴山的大毒瘤。恁哪来看辉煌哦？英英啊，等恁阿公精神了后，若是知影你有甲吴山集团好好调，是够，你甲恁阿公对咱好好修理呐。尤其是伊若看到你身份证顶悬写吴一零三二，毋知影要偌欢喜。 是啦，妈都是阿妈通知病院，阮才会遮尔顺利看完工。朋友啊，阮有山集团即马真需要人才咧，你敢会当来到三江？多谢，这样看会起我，我无钱哦，有家己计划。哦，董事会结果哦，才拄好公布出去尔，我必须要转去公司啦。 甲每一个部门的主管讲好清楚，我先来走。恁下当伫个遮哦，好好陪辉煌啦，康复等下就来。至少即马小雨会有搁较侪机会甲我见面啊。认为一定拢会当放下万分来帮助辉煌啊。我甲小雨也无天都爱阮惜啊，阮母仔囝感情早晚是辉煌的。拄则何里长甲我讲，有人要来看母蛋的。 结果呢？何里长我靠到分去啊！你咪互人送去挂急诊，我紧来甲你通知啦。啊，敢会是姊妹啊？我有甲伊讲，咱伫遮。啊！罗志山，你是伫无影声啊？啊，无影甲母甲你并起哦。敢会是？卡着音。 你的意思是讲，迄个咱拜拜时阵，庙公讲杜光咱的阴魂，伫你身躯边的代志。对啊，啊，我拄则甲姑姑妈咪去食饭，伊看病是就歹，姑姑妈带我去祭拜。我是惊伊烦恼，才骗伊讲我是熬夜啦。啊，差这样你昏倒，我就规矩缀伊去祭拜就好啊。那呢，你敢有看到杜光了吗？ 就伫你迄边啊！Come on，拜托一个，我根本就看无好无，啊，庙公讲的到底是真啊假，我毋知影。你还阁有志汉卡着印这条，你当着。既然所有的监视器画面拢无杜光亮的形影，若是无证据，咱就写证据出来。什么意思？疑心生暗鬼。 自救会互人心虚，所以咱会当利用这点。哎，有人！哎，有弄着人无？无吧，我来看卖啦。 到底人还是鬼啊？敢讲杜光也无死，这敢有可能？除非是万条的人去处理的。
清楚问个清楚。团长，计划进行有顺利吧？陈忠信甲陈东志，敢有你惊着？伊毋但是惊着，我看伊惊到连分票嘛毋知飞去倒位啊！袂输敢若看到鬼。咱的计划毋就是暗暝掠准讲看到鬼？一林之骄确实厉害，伊一讲看到我，就向公公走去车顶打电话。真正是功劳难搞，想袂到转身弄过这招，足有效的呢。早知影，较早点出来，我甲惊一下。你确定伊真正死啊？对啊，杜光亮死的时阵，大家不是拢看到啊？伊确实就是死啊！啊，刚刚伊的骨头也走出来一个啊！你讲对啊！杜光亮确实走出来一个，而且还阮看到啊！我把杜光亮放伫冷冻柜的时阵，伊确实就是死啊！就算讲还阁有剩一口气，我早就赶死啊！哪有可能伫街仔路爬爬走？一定是因看唔到啊！拄则阮开车伫个路哩，差点仔弄到一个人，迄个人确实就是杜君也无唔对。你想我甲代志讲好清楚，啊，若无我真正出手甲你处理哦。恁两个看我是要创啥？人唔是我杀的呢，我干呐负责处理尸体啊尔。问题都出伫遮，你讲你甲杜君仔尸体踮伫海，敢真实嘞？当然是真实啊！我查杜君仔尸体是要创啥？刚见十个了，我就无遮尔阿假讲。哪个人即马讲到有脚有手的，你是要安怎解释？阿公，我敢袂当拜托你，莫因讲一个囝，伊就生一个囝。迄当阵我确实甲杜君仔尸体还佫有香气。咱甲俊尔把做伙送离海来呐，后来伊是安怎活起来？或者是伊是毋是变作丧尸？我真正不知影。无你即摆意思是有咧胡白讲？江浩，你是搞天小子？居然利用党员对你性命，你后背冲空，你真正是找死！我拢是只下过伊出去走的。你讲什么呢？你明明就是看到杜君啊，还佫剩一口气，才甲偷偷藏起，想要利用伊做你的保身符。等时机若到，你才甲提出来，下一个红军甲斗了，对无？白安娘，你若是爱我死的，安尼我就拖你做死。白阿廖，我跟你警告，你莫是讲廖廖扛跑到要报鸟去了完，杜光亮真正无死，再报应就是我一家一家，你后家要偷偷把死的扶起来，杀去警局，因为你就是枉我阿哥，真正该定定罪，你袂让杜光亮死来给你报仇对无？你去讲伊们。好啊！是咧冤啥话？冤条案！你这袂见光的警察，甲你孙警察两个搭到安尼，你毋免管一下嘛？当然。这廖凯宏本来就足够过皮皮的，咱若是无用一寡较激烈手段，伊是袂老实讲。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！我真正无骗你，我嘛无必要甲你骗啦。不管杜光亮是死也无死。伊拢一直是过街老鼠啊！我何必替我万家警察想去伊上报单，啊！伫一个死人身躯顶，阿哥，你真正相信我啦？蔡文杰，迄阴魂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？是查甫的啦，伊的头毛短短白白，像一领水蓝色帽子，乌色的裤，伊的额头则阁有老花。之前我有去庙里啦。庙公确实是有讲，有看到杜公咱的鬼魂。
你既然亲耳听到庙公的话，加上顶边你嘛讲毒棍啊、土崩和丧灵王，啊，恁唔就是恁爸仔囝家己看到鬼，啊是做阿只乱讲？庙公讲的话也是土崩啊，这拢唔是科学，我都解释也是正常。以前我看到迄个毒棍啊，甲死去的毒棍啊，穿差是无同款的。我请教一下，敢讲鬼魂还佫会换衫？我阁予你一次机会哦，你上好是老老实实甲我讲清楚，你甲毒棍啊到底是伫比啥啦？是，阿哥，我真正无骗你啦，搁再讲啦，我无骗毒棍啊，到底对我有啥物好处啊？是啊，到底是唔起相信我？讲什么讲你死啊，给水快！我来破门，是你拼干的，还是你嘴干的？我无骗你。好啊，该放开。咁我等。放开。了解哦，你上好是背背较硬的，莫想要避鬼避怪。好啊，别当走。是。了解，定好了。因若是有任何的动作，随我报告。是，白汉龙，你交我记的。这条线我绝对会偷偷转来。是讲陈忠信嘛无参照你讲白贼，但无可能会看到杜光亮啊。我是先去陈国一边看卖，先卖家己吓家己。杜光亮发生我这个代志，廖凯宏是一个关键，这个对调的，就一定会得找双手。感觉迄个中档诶，了奇怪无？既然已经要停吴依林甲罗家峰的电档啊，是安尼昨暗去跳过几名要甲咱见面，是跳过甲咱创治啊？怎啊？还是讲你过去甲伊有啥物恩怨？那我也无实在意啊，即摆也袂看哦。凡事是你的原因诶，敢有啥物不对？啊，小可拜托。讲了冤仇人啊，我陈忠信吼的敌人啊，绝对无你万条万的济啊。搁再讲啊，我看迄个中档的，看你迄眼神也无介好呢，所以恁两个是一定有牵连。而且你这个人啊，这尔搞猜疑，你敢真正拢无找人去探伊的底？当然嘛有啊，伊伫咧国外生活三十几年啊，当然无搞猜啊。本身是有别原因啦，我等你嘛有听到啊。中党的是代表王独党的出身，我咧讲是王独党的意思。有影？我哪会感觉你有什么代志咧冤枉我？蛮袂记的，咱两个是 partner 呢，一个倒啊，就规关拢总倒啊。别那么辛苦辛劳，孙秘书啊，回不来。你忙甲我讲，你要回去找你的水某。要治疗你昨闽南记去过闽迄个镜头的，哎，若是你阿婆真正有啥物代志啊，我用去暂时做你的张老师啊，我一挂建议互你做参考。托你家己婚姻拢处理甲乱七八糟啊，都好意思要管阿婆隐私哦？我刚说完哦，感情有缘可甲长干唔甜。唔免谢老人家来替阮操烦啦。伊若伤严哦，都家店家隔离管地啦，无方便啊。是啊，你硬吹皮，你甲张卫官啊，这对革命的夫妻，早就有代志，搁在咧经，免再看你经到什么时阵。